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 in a new game，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游戏试玩时间啦。今天来玩这款游戏，各位大概都知道吧？没有不知道的吧？这个游戏从以前到现在应该好几年了，不断的做更新哦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猫咪大优惠哦，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就是一个朗上口的一个广告歌词。好，这个就算我没玩的人，我都知道有这个东西，就知道这个游戏的影响力是有多大啦。那这次老头玩的游戏版本呢，是 Switch 版本哦，也就只有出在 Switch 而已，其他的平台好像没有，电脑好像也没有，只有出在手机或者是你用手机模拟器才可以玩。那这个 Switch 版本跟一般手机的最大差别在哪里呢？最大差别是在于说 Switch 是买断制的哦，不需要额外消费抽转蛋就可以拿到一些很强的，你不需要额外消费哦。这个就是买断制的，这个香港那边的 eShop 大概买280几块钱左右吧。我就觉得很便宜，就把它买下来了，然后再来我试玩看看。然后这个的玩法我记得我之前直播玩过嘛，反正就好像要先统治各个国家，然后抽转蛋是吧？攻陷敌城。好。这个我大概知道，因为我之前直播过嘛，稍微玩了一下。按下去就会召唤出来嘛。叮叮。原来是由右至左，我以为是由左至右嘞。然后呢，这个 L 的话呢，是可以让你的金钱升的速度变快啊。我刚刚已经加啦、刚刚已加。已加我就不管了。然后右边的 R 应该是放大决啦，Switch 版本的，你只要花280块左右的台币，你就可以玩到完整内容。但是呢，这款游戏后续的更新，这个 Switch 版会不会跟上，我就不晓得了，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不过据我自己了解啦，之前的版本啊，之前版本的转蛋好像都可以抽的样子。是用他这个原始，应该是说是用他这个游戏本身给的那个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给的猫粮吧，还是给的金币，你根本不需要氪金，发射，怎么那么短啊？才发射那样子而已、原来香菇头可以动我想说他在咬空气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游戏也没办法加速就只能这样一直看。好，我要过关了。好，终于完成一场了，拿到1000宝物，最棒的凤梨酥。宝物功能解放，收集沉睡在各个的地方的宝物，可以发动强力的效果。商店功能开放，猫咪任务解放，新角色出现。编织队伍登场，来看一下任务。这个应该可以算是每日任务吧？未达成。我的猫罐头只有这样子呢。商店道具，加速。哇塞，750加20000经验值。我要升级，取得角色，我用经验值去换这个角色是用经验值去换的是这样吗？好像也不是的样子，这是升级，升级获得一只坦克猫，剩下的钱来升级这个好了，算了，反正玩久就知道了，我们先直接开始啊。道具使用方法，想使用已购买之道具时，从下方的商品选单来选择。只能在战斗开始前选择使用道具。我没得使用道具，我很可怜角色加成是什么？角色加成就是长这个样子。等一下，角色编程啊，我要攻啥？我这坦克猫没有出来啊！我要放坦克猫啊！好，直接去菲律宾了。菲律宾，我来啦！嘟嘟嘟嘟嘟，先放一只挡一下。
没事，按错了，我的坦克猫脖子好长哦。然后这个炮弹的话，不要太早放吧，这个应该只能炸前排，那炸前排没有用啊，不然炸前排炸不到就浪费了，就留着吧。嘣隆嘣嘣嘣嘣隆嘣嘣，要赢了要赢了，耶，1300。我哪时候才可以抽罐头啊？任务有呢，50个土豪猫。土豪猫，我看一下，有土豪猫吗？这该不会要去升级里面把那个叫土豪猫给弄出来吧？猫咪炮攻击力，我觉得这个射程还蛮重要的、欸。然后工作是什么？工作效率提升，工作狂猫的工作效率，研究学习，这个感觉也蛮重要，可以提高过关时所获得的经验值，感觉好像先升那个会比较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神经验值不足，那我存个2000，我就拿到一个神就好啦，发动神的力量，花个700块升一下。好，没有钱了，感觉有点浪费、欸。为什么等级变成15级啊？啊，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那个，会有那个星星？那个星星是什么意思？好，结束。大获全胜，获得了最棒的长颈族铜环。新的角色出现了，所以说菲律宾的我应该要重打，对不对？看可不可以拿到宝物，这样是吗？啊，我拿到5个狙击手，看不懂啊。新角色要2000，战斗猫，完蛋了，早知道不要乱生了。哈哈哈哈哈。经验不足，买经验道具哦，这个可以给你加50000经验值。突然觉得有点想买啊！他这个狙击手应该是道具啦，土豪猫就是这个嘛。工作狂猫将等级 max 的状态开始战斗啊！好，我想要先买经验值，反正这罐头应该之后还会获得吧。好爽啊！好爽哦！哇，我这是暴力玩法哎、欸！哎呦，哎呦，善于攻击红色的敌人。什么叫善于攻击红色的敌人？不太理解啊。好，来升一下，这个射程可以增加一下吧？哦哦哦哦，超暴力，超暴力！嘿，全部都给我来一点。哎，我不知道要升什么比较好啊。生产速度变快，这个我觉得应该也蛮重要的。城堡的体力，体力还好。钱包，持有的金额，提高工作狂猫的效率。啊，全部都来升个一好了。我觉得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蛮重要的啊。生产速度我觉得蛮重要的吧。啊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神。可以在战斗中发动神的力量，哎呦，感觉不错呢哦！老头又在乱花钱了，我就先保留一点啊，到时候呢就问一下各位观众哦，这些经验值拿来升什么比较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先这个样子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如果按了 X 键，神将会来救援。哦，有了呢，哇，等一下。等一下来试试看好了，有点好奇欸。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，什么降临，怎样一个降临法。战斗猫走路好像有点比较快哦。哦，射程变这么远了，你看你看，好爽，轰下去，碎啦。哦，这个应该要提早升嘛才有，怎么有个小人？怎么会有小人？小人直接秒死哎、欸！
我们战斗猫好强哦！哇，砍两下战斗猫，那个怪物就死掉了。那个战斗猫啊，砍两下，那全部升战斗猫好了。你叫神出来！哪里？啊？初次降临神的宣传活动，一般情况下召唤神的力量需要猫罐头，但是只有这次可以免费体验神的力量。哇，这个这么帅啊！来购买神力，一分钟连续生产，让剑士神的力量！耶、yeah! ！这个手是啊！哇，一次生太多了吧？哇、哦！哦呦，不用 CD 啊，直接剪 CD 给你看啊，直接等级8 max， 好爽啊！没有倒数计时、欸，直接是玩虐对方，你知道吗？对方整个变玩虐了，啊，完全过关，高级鱼翅，顿顿顿，拿100个猫罐头，存个档。所以我说，那转蛋券到底哪时候可以拿？日本通关后可以转蛋哦。哎，日本在哪里啊？快点，赶快把它打完，打到日本那边去。直奔过去，玩那韩国泡菜吗？有点好笑啊。咚咚。哎呦。有够狠，有够狠，超狠，超狠！好，完胜，就是要这么快。新角色出现了，看一下新角色，恶心猫。哎呀，啊，算了，给他升到3级好了。恶心猫，哎，忍者猫。25个罐头可以获得，好，买了暴发户，一样给你升到3级。角色编程，我们就带恶心猫，能攻击远方的敌人，远距离角色，这个要400啊。那这个嘞，忍者猫，耐性比较强势吗？等一下来试试看。任务领一下，哦，世界篇，日本篇打完可以拿到卡片呢。来，日本篇来了没？好，来到日本篇了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好，直接加速，然后呢，快速解决 ，Go， 开道具过了。马上 max 有没有？开只忍者猫过去看一下，好快哦！哈哈哈，这也太快了吧！那忍者猫一只忍者猫就够了啊！你看，哦！哎，我靠，那什么东西？恶心猫去 ！Oh my god！ 哇，那个河马好猛哦！那个河马有点猛啊！快点快点，速度！堆叠堆叠，有点硬。来，忍者猫冲啊！撸死他！哎，终于把那只比较大只的打飞了。好，他要死，要赢了！耶，太爽了吧！最棒的武士头。猫咪图鉴开放，转蛋功能开放，传说的不明猫族新转蛋系列，猫咪储藏库已解放，登录奖励解放，6小时可以领奖励，好爽啊！抽起来等什么？哎呀，你看，哦，一个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选单啊，猫咪图鉴，
好，先这样子。很多啦，这个还有很多啊，任务先解一下。稀有券三张，太爽了吧！传说中不明猫族，150个转一次。哦，连续三次，还是说它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？开起来啦！啊，我按错了，我要开了哦。四，可是他都没有讲说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耶、欸。算了，白嫖啦！这什么东西？鸡稀有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浴缸猫，取得。是，能取得。我靠，8200经验值，这什么东西？哈哈哈哈，怎么这什么东西啊？摇滚猫，这太好笑了吧？这都高级货哎、欸，哦，稀有，哇，我是好像没有抽到什么超级稀有，超级稀有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好惨哦，这三只感觉好像也还好的样子吧。好，那我根本不能看它到底，哎，储藏库吗？储藏库是什么？我不懂这个是什么东西。好。我们还可以抽猫咪银色的罐头，哎，先抽再说，不管了，因为这是比较一般的啦。哎，恶心猫，马上使用换成经验值，前往储藏库。储藏库能干嘛？不知道，看一下。还在那边飘是不是？哦，它可以全部换成 P， 换成 XP 经验值。使用升级角色否？哦，就先放着好了，我就到时候再看怎么去处理它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先存个档，先存个档。OK， 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哎，那个这个游戏呢，老头才刚玩了，还有很多东西不懂。哦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老头，让老头知道怎么玩比较好。哦，那这个游戏呢 ，Switch 买断你就不用氪金了，280几块台币，你就可以抽到里面的一些本来就要氪金抽到的角色哦。那会不会跟手机版同步更新，我就不晓得了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会喜欢啦。一样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左下角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小铃铛开起来，感谢收看啦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猫咪大战争再见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